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先做一次同心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这个这么舒服的礼堂当中去经历你的丰富，去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开我们耳仔，让我们能够留心去倾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若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礼拜堂靓不靓啊？好靓嗬！来到这个这么神圣、这么庄严又这么靓的崇基礼拜堂，来这里认识，相信除了来主日崇拜，或者学期当中的周会啦、音乐会等等，最多人认识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透过婚礼开始。可能当中不少弟兄姊妹都是因为婚礼而第一次踏进这个礼堂，而留下在这里。多年来我都主持过很多不同的婚礼，当中都很多很有趣的事件。有时有些甚至令我觉得都挺匪夷所思的。最常见的就是新人在预备之前就会经常问，这个程序可不可以去修改的，有些改动的这样。咁當然啦，當中有時經文啊、詩歌啊，咁都有啲調動嘅空間嘅，咁都幾煩嘅，我哋同事都幾辛苦嘅。不過咧，我哋都盡量去協助，只要揀得啱嘅詩歌經文咧，我哋都可以合用嘅。但係咧，試過新人咧，好希望咧，同我講話，不如咧，我要想修改啦，婚禮中誓詞啊、立約嗰啲內容喎。例如曾經有一對嘅新人同我講，佢話：牧師啊，可唔可以咧拎走嗰句無論苦樂、禍福、富貴、貧窮、平安、疾病，我都一樣敬愛你等等等嗰句平安、疾病、苦樂、禍福、富貴、貧窮，可唔可以拎走佢啊？咁樣咁我問點解啦？佢話：咁樣浪漫啲嘛，一齊享福浪漫啲，講埋啲咁嘅負面嘢，即係大煞風景啊！咁樣又試過咧，有新人同我講。牧师啊，誓词嗰阵咧要讲嗰句咧，用呢个信物啊表示同你结婚，表示将我所有都奉献给你，可唔可以拎走呢句啊？咁样，因为咧现代夫妻即系婚礼之后咧，婚姻之后咧都要留啲空间俾自己嘅，留啲财物俾自己嘅，保障自己嘛，所以将所有嘢同你分享要考虑一下先喎，咁样。甚至有新人同我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咧婚礼啦系我哋两个人嘅事嘅啫，同其他所有人冇关噶，所以所有人都唔使理噶，咁样。咁我谂系咪即系连牧师做证婚都唔使理啦？系咪？我唔知道你谂起呢啲嘅描述，你觉得得唔得意？我就觉得几匪夷所思啊！当然每一个情况我有唔同嘅回应嘅方法嘅，同埋同佢讨论一下点解会咁谂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对婚礼或者婚姻有一啲唔同嘅谂法，以至我哋有一啲嘅咁嘅盼望。当我哋去回应呢个嘅即系情况问题嘅时候，我会咁样去答佢哋。我话嗰啲弟兄姊妹，你哋选择喺咁靓嘅礼堂里边举行基督教仪式嘅婚礼，除咗期望咧影得啲靓相啦，有美好回忆之外，对你哋未来嘅婚姻有咩期望嘅咧？你哋嘅婚姻里边需唔需要上帝啊？喺未进入讨论关于婚姻或者今日嘅经文之先，我想大家咧去记得喺基督教我哋举行婚礼其实系咩嘅意思啊？在传统教会，特别现在天主教会一样，婚礼是传统七项的圣礼，就是 sacrament 的其中一种，是上帝奥秘的有形的展现。所以在这些信仰群体当中，婚礼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或者仪式，婚礼是上帝的临在。虽然今天我们基督新教只是承认水礼和圣餐礼，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婚礼当中去体会上帝的神圣恩典的臨在。所以去到每次婚禮，在開始的時候我會這樣宣告，我會說婚禮是神聖的，是莊嚴的，是為人帶來歡愉的。去到每次婚禮的最後，我都會相信每一個牧師都會為新人祝福禱告，接著就宣告兩人由現在開始會成為正式夫婦，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開。在禮堂下個禮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很記得這些說話。当然这个宣告的权能是来自上帝和来自圣经，而今日新约福音书的经课正正就是提到这个教导的重要来由和它的因由是什么。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为什么会提到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叙述呢？在刚才听到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这样讲过，有法利赛人来到问耶稣，就问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耶稣。
好明显有人违反咗上帝创世时嘅教导。记唔记得头先听到创世纪第二章廿四节咁讲嘛？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已经成为一体嘅二人当然唔可以分开啦。呢个好直接教导嚟噶，二人成为一体，咁梗系要继续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或者点解摩西会容许人去休妻呢？在《生命记》第二十四章一至二节这样讲：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我们先不讨论法利赛人怎样或者为什么都要用这个问题去试探耶稣。但我相信刚才那段《生命记》很清楚说，不是摩西主动容许人休妻的，而是我们很清楚当时在以色列民当中已经有休妻的状况发生，相信可能都很广泛，甚至一般已经习惯或者可以接受的。所以摩西去照顾人的软弱，同样更要要求那个休妻的男人需要负起应有的责任，写起休书，让那位被休的妻能够得到自由，得到生活的保障。我们今天的社会又是怎样呢？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婚姻里面那个状况又是怎样呢？在网上面书 Facebook 曾经有一个群组，个名叫做我老婆嫁了被 Mira 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组。有没有组员在这里？不用举手了，成为热话是吗？很多镜粉的丈夫呢，就在投诉了，自己呢失去太太那种追星的疯狂行为。这个群组很厉害的，五日里面呢有成25人咁滯啦，24万幾人咧去參與呢個群組，而家好似已經超過30万。當然啦，我哋知道呢個群組大概開始嘅時候都係好輕鬆啊，開玩笑嘅態度去面對自己身邊另一半追星嘅行為。但係你諗下，用到導致婚姻破裂呢個字眼，又帶嚟社會咁大嘅迴響，相信或多或少都反映緊現代香港人對婚姻關係脆弱嗰種嘅程度，嗰種嘅狀況。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2020呢，有這樣的描述：由1991年到2019年，香港的離婚的宗數不斷的增加。91年的時候有6295宗，去到2019年已經有21157宗，30年之內增加了超過 3.3 倍。2019年的结婚 44,247 宗，离婚 21,157， 即是说离婚和结婚的比例的比率大约是 48%， 即是说有两对新人结婚就有一对夫妇会离婚，这个是香港的状况。根据中国民政部婚姻的数据，我们全中国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可能有人说中国人应该都是传统保守一点的，原来全国这个的比例的离婚率大约是 40%。 欧洲有几个国家甚至超过 60%， 最高的是比利时，它更超过 71%， 即是说在那个地方10对新人就会有7对离婚。弟兄姊妹，我们身处一个怎样的世代？当你想起婚姻，想起这些这样的状况，你会想起什么呢？我想起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可能当中弟兄姊妹在婚礼或等等场合都很熟悉这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圣经这样讲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全教会、教会全体的教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亦都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直接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那是圣洁无瑕疵的。丈夫也都当照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要保护养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他是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藉着基督和教会讲的。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都当尊敬她的丈夫。
是，首先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进入婚姻，是不是？同时我们都要记得，圣经里面都提过，独身是一个好的恩赐，如果当中我弟兄姊妹有这个由上帝而赐的恩赐，我祝福你。但是都期盼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为住在婚姻中的弟兄姊妹去守望、祷告和支援。我们是一个的群体，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婚姻当中，或者你可能不会进入婚姻都好，都请你为当中弟兄姊妹的婚姻，也都为你自己好好地去祷告守望。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上帝的奥秘，亦都是讲紧基督同教会关系最好的演绎。要知道由始至终人不能够完全明白奥秘这件事，要直到基督再来，福音完全的展开才会被透视明白。使徒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教导有关夫妇关系的核心，丈夫爱妻子，好像教会基督爱教会，妻子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夫妇的关系就是上帝福音的展现和记号。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当众人看见我们的夫妇关系，就应该要看见上帝和教会，和看见福音。所以婚姻关系就是福音盟约的实现，一个实体实现的最好的例子，亦都是我们作为信徒最好的见证。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太太，我们很多时候都比较喜欢留心刚才那段经文，是听对方的说话的。即是丈夫就会想，太太你要顺服丈夫嘛，我们很喜欢听那些说话。但反转呢，作为太太可能就会讲，啊，丈夫你要爱妻子嘛，咁样。今日呢，想当中如果有太太或者丈夫嘅呢，专心睇一睇，听一听特别对你讲嘅说话。啊，当然啦，我哋都要留心大家嘅状况。因为呢个呢，上帝俾我哋好有爱心嘅一封信件，係特别俾你嘅，请你留心。太太们，上帝向你嘅忠告系咩？要完全向丈夫顺服。首先我哋要清楚，上帝是有权，是全权去定义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别是他所配合的夫妇关系，由上帝定义的，即是说不是由我们来定义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向别人信服，或者妻子们向丈夫信服，完全的信服好像已经不合潮流了。甚至现今世代，我们为着弱势的妇女争取应有权益的嘛，在父权社会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争取父权。但是呢，弟兄姊妹，请你先知道，圣经所教导的和平权问题是完全无关的。这个教导的重点是要让我们认清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角色。信服就是回应作妻子这个角色或者这个身份应有和最好的态度。举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角色。弟兄姊妹会信服教会的领袖、牧者，其实都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不会因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位置，就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只是因为功能的不同、问责对象的不同。圣经里面讲肢体要各按其职成为基督身体，这个是首要我们要认同的。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角色，以致我们有不同的态度去回应这些位置的角色。所以我们要这样讲，不是绝对讲的话领袖比其他信徒高，所以呢更重要，在眼中里面更上帝眼中更有价值，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这么重要，是上帝用重价买赎的。上帝将信服摆在当中，成为这个家庭婚姻关系建立的基础。当我们未能够完全去接受什么叫做完全的信服的时候，其实问题不是在这个 教导这个教训当中，而在人的软弱里面。人常常所授予的权力给人，人就会滥用的了，人就会自以为是的了。所以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做，而是人做的时候就会滥权，以致那件事被歪曲了。记不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他跟上帝讲，他说这个苦杯拿去吧，不过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他跟天父有这样的祷告，他向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展示什么叫做信服。耶稣基督顺服于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难道我们就认为天父比耶稣重要吗？当然啦，三一的信仰 Trinity 这个信仰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父子灵是同等同荣同尊的，是吗？但耶稣基督他亲身做了示范，
佢对天父嘅信服成为我哋最好嘅榜样。我哋明白好多时候咧，要完全信服都好难噶。但系上帝俾咗太太们呢个功课，当然绝对唔系要轻看佢呢个地位，而系要喺夫妇当中更能够彰显基督。太太信服丈夫就系信服上帝嘅心意，呢个系上帝所赐予嘅位份俾我哋嘅心意。如果能够喺太太向丈夫信服里面睇见教会信服基督而归荣耀俾上帝，得着福音，得着更大嘅恩典，呢个先系当中好重要嘅价值。所以问题嘅核心好大程度系因为我哋唔愿意信服咯。呢种心态就系认为人际间嘅事情，我哋嘅管理梗系由必须由我哋自己话事噶啦。正如头先开始讲，婚礼梗系自己定晒所有嘅程序噶嘛。我要全权选择我所爱嘅，我要全权掌控我嘅生命里面嘅一切事情，当然包括我的婚姻啦。这个想法其实由旧约开始一直到而家，好似都冇变到啊！各位太太们，我哋真系要深思一下。圣经同样对丈夫们都有忠告，其实唔止同样噶，各位丈夫们，圣经里面要求系更加多嘅。更豐富啊！一提翻頭先以弗所書嘅經文，翻去慢慢研讀，你會發現，哇！用嘅文字更多，愛嘅字多過順服嘅字，甚至更重要就係裏邊更豐富地提點樣去愛。各位丈夫們，記住重點係咩啊？重點要愛妻子，好似基督愛教會咁樣。如果丈夫同妻子嘅關係就係基督同教會關係嘅展現，除非基督離棄教會咯。又或者教会不愿意继续作基督的辛苦，否则这个盟约就会继续必然生效的，这个配合也都不可以分开。如果我们作为丈夫的爱太太的程度就真的好像基督爱教会程度那样，相信呢今时今日婚姻关系必定没问题，这边讲到都可以不用说，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因为基督他是忠于教会，无论教会几软弱，无论教会几多的问题，基督仍然忠于教会，我们这个群体和我们的守的约，继续用他无尽的爱去爱，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各位丈夫们，我们怎样回应呢？还有啊，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基督是专心去爱教会的。丈夫们，请你专心爱你的妻子，照顾你的妻子如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能够成为上帝所配合的，最重要是我们愿意接受。要记得夫妇关系的出现不是由人所决定的，是由上帝所设立的。再一次提醒，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讲的嘛，他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记住这个关系是上帝亲自亲身主动的去设立的，使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记住主权在上帝那里，而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夫妇的关系，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盟约的关系，记住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是表征住上帝和他的子民，也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更是刚才讲的爱和顺服的关系。弟兄姊妹，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所以爱我们啊，记得圣经里面讲，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想进入和我们这个爱的关系，所以上帝爱我们。教会一样啊，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有时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上帝所有的说话，甚至有些人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嘛，不过我们要完全降服，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相信上帝对教会的带领是最好的。同样道理，各位丈夫，可能你觉得太太不有时都不是最可爱的，虽然这句话可能不是这样讲的，不过都很难日子才是可爱的嘛，间中都有时不可爱的。不过是的，可爱的是人都懂得爱，是人都想爱，是当你觉得有时不可爱的时候，你都继续去爱，是因为你紧张的关系，还有你愿意进入这种爱要去爱的态度。当然太太们，丈夫可能不是那种你能够明白的事情嘛，成日都觉得他啊做啲嘢唔好明嘅，觉得他除了不可爱之外，更要哇他啲决定咁唔得嘅咁样。但有时我哋唔明白都好，我哋嘅信服就话俾我哋知，我哋愿意深信上帝嘅带领，进入
这个祝福当中。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特别对愿意讲一些认真回应上帝的话的你所讲的，请留心，无论是哪一个，请停止一切继续破坏家庭关系的行为，这个不合上帝的心意。如果有人和其他人有暧昧甚至出轨，请马上停止。如果你认为离婚是现在考虑当中一个选择，只需要自己面对责任就够了，请停一停，要记得你们的结合是上帝所配合的。也都请弟兄姊妹为每一个在婚姻当中软弱跌倒的去祷告，去认罪，去悔改，我们去互相扶持。当然我不是说当你完了这个祷告这个立志之后，你的问题会即刻解决，很多事即刻改善，不再需要为夫妻感情的关系问题挣扎。我们只是期盼我们能够去将所有问题我们去面对处理之先，去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我们先去面向这一位赐给我们婚姻的上帝，我们先能够面向对方。在熟灵的夫妇当中，我们就会能够体会到这种三一上帝的特质。我经常这样描述，夫妇两人加上上帝就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当两夫妇越近的时候，你和上帝就会越近的。当你和上帝越近的时候，你和你旁边的人就会越近。最要记住，等边三个形才是最平均最稳固的。你要决定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呢？你要过一个有上帝这种生活的模式，还是过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模式而继续挣扎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你的选择。我亦都愿意同大家一起去努力。如果当中弟兄姊妹真的在婚姻上面对一些很大的难题、很大的冲突，请随时来找我，可以找我和找我师母，我们会为大家去祷告，为大家去守望，和大家一起。在福音书里面很有趣地，当耶稣去讲解完这个关于休妻的试探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十六节有这个记载。他这样说，有人带小朋友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摸他，耶稣就责备那些人，门徒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愤怒了，就跟门徒说，让小朋友到我这里来吧，不要禁止他，因为在上帝的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承受上帝的国，若果不像这个小朋友，断不能进去。于是他抱着小朋友，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形态，就是有些小朋友走来当中，门徒就挡，就说不好啦，不要阻住啦，可能觉得小朋友，可能那些小朋友不是很可爱，当然小朋友不是成日都可爱的，又或者觉得小朋友都不成熟，阻住晒，不可爱不成熟，成为障碍，门徒觉得不应该去到上帝面前，所以为耶稣阻隔这些小朋友。但耶稣的动作是抱起、按手、祝福，并且宣告上帝的国是正正是这样的小朋友才可以进去的。弟兄姊妹啊，在婚姻当中，或者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或者身边的伴侣不可爱、不成熟，阻住晒。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份单纯的心去到主的面前，单单仰望主，我们好像小孩一样，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先话给上帝知，上帝会怎样呢？他会抱起我们，他会按手为我们祝福，他会宣告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这个时候让我们祈祷，我想给一分钟你，为你的婚姻祷告，又为你身边你所认识的朋友的婚姻祷告，跟着我们大家有结束的祷告。请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你在创世的时候已经为人设立伴侣，
你亲手设立婚姻，你让我们今天经历婚姻的好处，因为父母的爱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我们身边人和我们的爱，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去努力去走我们生命的路。但是主要求你饶恕我们，特别当我们见到我们身边很多人对婚姻很失望，很多人因为自己因为很多的限制缘故，他们觉得需要去选择，以致不再有勇气信心在婚姻关系里面，更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罪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主要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要为着我们当中特别真的每天继续在婚姻里面挣扎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愿你给我们再一次校准我们的焦点，去到你面前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上主你赐的，又让我们看见有限制有难处但是有出路的。主要又帮助我们作为身边弟兄姊妹的好好的成为各人的守望，我们真的很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持和守望，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这个群体这个属你的群体能够去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能够去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你点爱教会，看见上帝你的荣美，让我们明白这个你所设立的人不可以分开的道理和价值，让我们享受当中的爱和顺服的关系，让我们体会上主你赐给教会的丰富，让我们在奥秘当中继续经历你的同在，体会主你更多，愿你带领，愿你赐福和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